好了，那这一次呢，暴雪更新了7.1.5以后呢，是一下子揣了3个一个超级世界任务。那这一个世界任务呢，是鬼母阿娜还是阿娜啊？应该照中国的一个说法，应该是叫阿娜。那这一个任务呢，我还没打过啊，但是这个任务奖励是给的相当不错的，给20万的神器点数。那我是不大。我这个人呢是不打算打巅峰等级的，所以呢神器我点出最后一点我就再也没点下去，因为这个巅峰呢确实有点太辛苦啊，太辛苦。大家如果说一味的追求这个巅峰的话，还是有点累的。4.6亿血，好样的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个鬼母有前途有前途。那我们还是照常啊，我们找到破碎群岛阿苏娜，然后鬼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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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擦，啊不是阿苏娜，弄错弄错，是苏拉玛啊，鬼母阿娜啊，这个26队伍可以可以，我们来试一下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鬼母阿娜打起来难不难啊？是人呢？26个人呢？啊，没人过去啊。你们为何要怂？作为一个现代的有社会主义追求的人，我们坚决不能做的就是怂。怂什么怂？上！打断啊！记得打断啊！分好打断，分好打断。人生最忌讳的一点就是怂。爱我什么意思？他是爱我吗？啊，我擦！啊，不被驱散就会被魅惑，是这样的。哎呦，不被驱散就会被魅惑呀！哎，这个如果不开真正的团是比较难打的呀。还要4秒，还要4秒，还要4秒。啊，好好好好，屁被魅惑就尴尬了，真的。这个 boss 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刚才打了一波不对啊，我们灭了，然后再重新打一波，看看这一波这个队伍会不会有解魔法诅咒这种快一点的职业，不然的话还是要死的。现在又好了。妈呀！这个圣骑士竟然给这个鬼母一个保护，日了狗了！哎呦我擦！来来，有本不要动啊！有本不要动啊！来啊，27%。干不干死你？要不你不要动。这魔兽是啊，尴尬了。啊，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尴尬了。过都要过了。你今天让这片土地更安全了，好了好了，但终于要过小了，终于心，过了，这一威次打的还是胁可以一定的，会卷土重来。这一次打的可以，这一次打的可以，好的好的，那今天先这样啊，这个最难的鬼母是过了，应该算是最难的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